选定了就去上 elementary school 跟他们弟弟姐妹校。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拟定了国际化的课程，哦，有一系列的课程。两年，在这两年之间呢，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的姐妹校在线上互动，在线上交谈。那时机成熟了，今年我们就要过去了。那在过去之前，我们又参加了 GBC， 就是全世界的虚拟教师的比赛，把我们的物产介绍给他们，也获得了69个学校获得了全球全世界前六名哈。那带着这个殊荣，我们要过去跟他们一起分享，也带着我们屏东的物产，我们要过去介绍给姐妹校的小朋友跟师生。那这一次跟他们的互动，我相信我们会做好很好的国民外交，也会把我们瑞光行销到美国，把我们的屏东的物产、屏东的好行销到美国密西根州的旧金山 Elementary Three School，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行程。也感谢县长、处长，还有我们的家长的支持，各位议员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感恩，我们会加油的，谢谢。谢谢